这个不确定，你说。好，开始。这里发现一个洞，在这个材质上。就是说，摸到这边的话，要去找这边的出路在哪里？我说。喂。不到，这个应该有八两啊！上货 ，nice 直接进洞出洞，直接堵住我，直接上货。我不要慌，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底下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底下就是一个草垛，这个草垛啊，就是一个空空，知道吧？它就在这个草垛子底下啊，草垛子底下，家人们，就说有一个大出洞，摸着直接上货，里面是一个最老的脑洞啊！喜欢户外的真实户外，关注。到啊，每天晚上直播间啊，给大家带来最。